谢谢。我的枪呢？是不是你从包包里拿走的？我替你收起来。为什么？我不希望你一时冲动做错事情。你是不是不希望我报仇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你的仇让我来替你报。说实在的，在他书房里头面对面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些犹豫。也许他的命不该绝，尽管我想一枪毙了他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成熟很多了。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了很多，可是我很难相信他。哼，换了我是他，我也会有一套替自己脱罪的说辞。我觉得你说的也对。你不必烦恼，孙孝秋是不是坏事做尽，将来会不会得到报应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山本司令让我过来问你，你的那位姨太什么时候可以送过去？他不肯，我说服不了他。到底真的是他不肯呢，还是你舍不得把这么漂亮的姨太送人呢？我没骗你，你要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说老实话，我来这以前也跟山本司令聊起这件事，他也没再坚持了。要是你另外那位姨太愿意过去陪山本司令的话，他也答应不让你为难。你说山本司令要我的五姨太艳红？你马上去跟他说，可以的话我就把人带走。五姨太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这里没你们的事。是。艳红，大帅，自己好好保重。可以走了吧？剑雨。其实我孙孝秋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可怕的人，我做过很多好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呢？为什么你们老是想象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呢？哎，大姐，剑雨，怎么在发呆啊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孙孝秋说的那番话。那就表示你已经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是你的亲爹，下不了手也很正常啊。我就说嘛，人呐是有感情的动物，你可以试着慢慢忘记这段仇恨，不是很好吗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应该放弃报仇啊？姐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个爱恨分明的人，在未来的日子，你应该为你的孩子跟你丈夫想一想。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剑雨了，现在你有很多感情的牵绊，不容许你再做冲动的事情。白露说的对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燕萍，有时候我真的蛮羡慕你的，我觉得你对什么事情都很想得开。想不开又怎么样呢？到头来烦恼自找，划不来啊。大姐、二姐、燕萍姐，你们都在啊？你们两个一天跑哪儿去了？出去排练啊，明天就要公演了，你们来不来看啊？你们一定要来啊，我连票都帮你们留了。当然要去捧场了，只是票钱我们自己出。谢谢大姐支持。不过我敢说呢，你们看完以后一定会觉得值回票价的。是啊，希望是这样。大姐，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天，我想我该回去了。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你说你什么时候安排我和你丈夫见见面呢？这次我准备跟他商量一下，把你请到家里做客。说好了一定哦。
好。爹，快来看，我把谁接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回来还能去哪里呢？我们一直都在等你啊。哎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和建宇夫妇见面的事吧？知道了。对呀，爹，你真棒哎，居然可以说服建宇大姐不再向你报仇了。接下来应该可以让建宇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了。我真不能想象，如果大姐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她的反应会怎么样。一开始她可能不太能够接受，可是她最后也只好接受了，就像她现在已经接受我是她亲爹这样一个事实一样。廖阿姨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这件事早晚会公开的，我看你还是去安排一下把建宇大姐接回来的事吧。艳红姐，哎，武姨太呢？我们不知道哎。她会去哪里？大帅，艳红去哪儿了？他去西湖玩几天。你骗我。他是不是代替了我去陪那个日本人？艳红都跟你说了。你真的把他送给日本人？嗯。你的心好狠啊，他那么爱你，你竟然……我知道他的牺牲很大，可以后我会补偿他的。怎么补偿？他要什么我都给他。我对不起他，是我害了他。山本先生说了，他会好好照顾艳红。怪不得殷先生会走。白露，我的事你最好不要过问，你尽好你的本分就是了。大帅，请你不要考验我对你的感情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过平凡的夫妻生活？你要真爱我的话，就该支持我的决定。我是爱你的，可是我的爱并不盲目，我不能看着你跟日本人勾结，断送自己的名誉。够了，你今天刚回来，我不想为这件事跟你吵得不愉快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哎，少敏，钟诚，哎，这是给你的。这什么？戏票。嗯，明天一定要来看我们演出哦，然后给我们一个最中肯的意见。你看，少敏连让你拒绝的机会都不给。我很想去，可是我有点不舒服。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我请医生过来？啊，不用不用，小毛病而已。你不去太可惜了，大姐二姐全都去了。哦，如果你是怕见到大姐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们分开坐啊。这不行，那样的话大姐会更起疑心的。对不起。二姐，你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。你找我有事吗？这么多天，我想了很多，也听了很多你们的意见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自己都要做一个决定，决定我以后的路怎么走。你已经有了决定了？嗯，我决定离开上海。你要去哪里？天下这么大，总有我安身的地方吧。丹丹，你要想清楚，你不要为离开而离开，这叫逃避，逃到哪里都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也不想这么做，可是我跟姐夫之间的感情纠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也只好离开，把我们的感情做个了断。他知道你要离开吗？我还没有告诉他，不过我不会不告而别的。可是你忘得了他吗？希望可以吧。二姐，这封信等我走了以后，麻烦你转交给大姐。你是要把你跟姐夫的关系写在信里告诉大姐？
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不过，我又没有办法再面对大姐，所以只好写信跟她道别。报告团长，你要我查的事情，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。不过，请团长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怎么了？请团长听了之后不要生气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过分。快说。原来白露是孙孝秋的六姨太，而少敏是孙的女儿。白露嫁给了孙孝秋，他们都在欺骗剑宇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剑宇呢？哎，别太激动，我是替剑宇抱不平啊。不要把情绪带进工作。是团长，可是这件事千万不要跟剑宇说，我相信白露一定很苦恼，怎么跟剑宇开口，就让他们自己去面对吧。那接下来我们打算怎么做？你继续监视孙小秋，我们抓到他勾结日本人的真凭实据，就可以用法律来审判他。他勾结日本人就是叛国贼，难道这样还不能定罪吗？哎，我们要的是实质证据，这样才可以定他的罪，叫他永远也翻不了身。哦，你不要急，一有消息马上回来跟我报告。是，团长。哎，季飞，回来了。你要出门呢？对啊，忠诚、少敏约我们去看话剧。你说你去不去啊？哦，我有点累，我想在家里休息一下，你们去看吧。其实我也有点头疼，不是很想去，可是又怕不去扫他们的兴，所以我想还是去吧。啊，如果不舒服的话不要勉强自己。哎，也没什么大毛病啊，我去去马上就回来。啊，记得多穿件衣服。哦，我让下人给你烧点饭，吃完饭你就休息一会儿。剑宇。啊，有事吗？没事。晚上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有人找我，就说我不在。好，先生。先生，有位小姐找你。我不是说过我不见客人吗？哦，好。连我也不想见了吗？丹丹，你怎么拎了行李啊？我打算离开上海。走，我们到楼上去说。来。我知道大姐他们都去看话剧了，才敢来找你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
可惜的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上楼一下，拿点头痛药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嗯。请喝茶。嗯。剑宇。剑宇。大姐。季飞。剑宇，药拿了吗？季飞和丹丹。剑宇。他们。剑宇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不用解释。剑宇。不用解释。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说，我看见的都是些误会吧。对不起。你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大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怪他了。我们一直要鼓起勇气跟你坦白，可是一直都不用解释了。剑宇，不用解释，你听我说。剑宇，不要激动，先冷静下来。我怎么能冷静？一个是我最信任的丈夫，一个是我最亲爱的妹妹，你们却背叛了我。大姐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已经决定离开上海。你不用离开，要离开的人是我。哎，剑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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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只相信我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。没错，我是跟丹丹在一起，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跟她在一起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我一定要告诉你。够了，别找借口。你认为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吗？你是怎样的一个男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过去我一直觉得你忠诚老实，可以依托一辈子，可是你的演技太好了，让我看错了。很抱歉，我不是你心目中完美的男人，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剑宇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算了，我不想问了。哎，我如果告诉你这是个意外，你会相信吗？你爱他吗？在北伐的时候，每天活在枪林弹雨之中，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。我的这条命也是丹丹救过来的，没有他，我今天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啊。就为了这个理由你们才在一起的？这是一个错，我们都承认错，可是却一错再错。请你原谅我，我太懦弱了，没有你那么坚强。算。你不要这样嘛，大姐。应该走的人是我，是我介入你们之间的感情。这里本来就不应该是我来的地方。我今天来，真的是为了跟他告别的。来，你从刚才就一直说，是你的不对，
你要离开纪妃，可是你有没有体会过我做大姐的感受？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傻，我真是个白痴，事都蒙在鼓里。如果你真的可以被瞒着一辈子的话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可是夫妻之间若是不能坦诚相对的话，你说不是徒有虚名吗？很多事情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多事情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了。毕竟啊，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白头到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你们能够做夫妻表示你们的缘分难能可贵，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错误而做出让大家后悔的决定。剑鱼，其实纪妃他爹也和你说过同样的话，我想也许他早就预料到这一天。
张老爷子一定也不希望你跟季飞因为这件事情而分开的。你知道当时我怎么说的吗？你怎么说？我说我会和季飞相亲相爱，白头到老。可是这些话听起来现在觉得多么可笑，多么幼稚。建宇，你就好好休息，所有的事情等明天再说好吗？当年我们姐妹一起来到上海，也是住在这里，可是经历了风风雨雨，绕了这么大圈，又回到了这里，人和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只有我没有变。延平，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傻呀？我还是你的好朋友，不是吗？嗯，谢谢你，燕萍。不要再说了，你自己一个人想想，我先走了。建宇现在暂时在旅社那边住下来，短期之内应该不会离开上海。他有没有说什么？当然是讲一些伤心难过的话了。别说了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当然是把大姐劝回来了。我们劝有用啊，要劝也得姐夫去劝啊。现在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。都是我不好，本来打算一走了之，可却跑到这来惹一大堆的祸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以大姐好强的个性，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的。对，让他先冷静个几天，他现在啊，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，多说也没有用。对呀，姐夫，在我们劝大姐以前，我想先问你一句，你怎么面对这个事情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件事只有建宇有资格回答吧。大慈大悲佛祖在上，弃女武建宇、白露、楚丹丹，今天在佛祖面前结拜为金兰姐妹，有生之年甘苦与共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大姐捡剩下来的，我照单全收，怎么样？姐，是我，开门呐。门开着呢。大姐，是不是你们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了？是我去天津的时候在无意间撞到的。那为什么你们要瞒着我？这种事我怎么忍心告诉你呢？可是最终我还是会知道的。大姐，我不是要替丹丹讲什么，她是真的要离开姐夫了，要不是被你撞见，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了。我对季飞一向在感情上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到这一切，我真的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会发生。你还不能原谅他吗？换了你可以吗？我想我可以，我不可以，起码暂时我做不到。姐，在你做出任何决定以前，你要先替翼龙考虑一下。你放心，我会带着翼龙好好的活下去。你要回天津去？我现在什么也不敢想，什么也不愿意想。等我平静了以后再说吧。啊，这封信是丹丹托我交给你的。
大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上海。以后我们姐妹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，大家都不知道。我希望你好好珍惜姐夫，还有你们的儿子应龙，不要再想报仇的事了，好吗？谢谢你这么多年以来视我如亲姐妹，爱我疼我，希望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能够永恒不变，不争气的单单敬上。他说希望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永恒不变，哼，可能吗？当然可能啊，只要你能原谅他们。姐，今天我留下来陪你好不好？算了，你回去陪你丈夫吧，顺便和他说一声，能不能这几天我到你们家去住一住？你就告诉他，你大姐现在流落街头，我希望他能收留我。好吧，我回去跟他商量一下。白洛，听少敏说你去旅社关心一下剑宇，他还好吧？身为女人有很多的无奈。白洛，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呢？你答应我把艳红姐接回来，还有不要再跟日本人勾结。大帅，我愿意跟你同甘共苦，我不想看到你执迷不悟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真的。请转接胡先生。胡先生们，我是孙小秋，我想约见山本先生。白露，我真的不相信我终于回到这里了。这几天委屈你了。我回来你应该开心才对啊，你干嘛哭丧着一张脸呢？你回来我当然开心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肯去才害你受苦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要再提这些了，是我自己答应要去陪山本先生的，你不要怪你自己，更不要怪大帅。大帅答应过我，你回来以后他会好好对你，弥补你的一切。弥补？有些事弥补得了，有些事弥补不了。这个我都明白。我真后悔当时我不在，要不然我一定阻止他。可惜我却阻止不了他。我知道要强迫自己去陪一个你完全不喜欢你讨厌的人，那种滋味一定很难受的。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只当这是一场噩梦。现在我最想要换掉我这身衣服，舒舒服服地洗个澡。爹，经过这么多年每一个人都变了，我是不是也变了？我竟然面对杀你的人下不了手。谁呀？孙小秋。我可以进来吗？
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上海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我想知道的话，那太容易了。请进。把大小姐的行李送到车上去。不必了。你来找我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回家？啊。既然我已经知道你和张继飞之间的事情，我就不能坐视不管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在外头受这样的委屈。我请你以后不要一厢情愿的，总是口口声声地叫我女儿。我觉得实在太恶心了。再说，我也不需要你任何的帮助。我想，现在你不想见到张继飞吧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住到我家里，张继飞他就没脸来找你，是吗？再说，我们毕竟是父女，骨肉情深嘛。又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培养一下父女感情，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我的为人。你真敢接我回家吗？真心实意。那你不怕从此以后在你的背后永远有一双眼睛盯着你，随时随刻你都有可能被杀吗？哼，这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在你了解我之后，如果你认为我还是该杀的话，那尽管请你过来。我孙小秋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，所以我才会生出你这么个坚强的女儿。我们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，可对你的事情我了解的太多了。你从哪儿打听到的？想知道那就跟我回去。我已经叫下人给你准备好你的房间，你先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啊。坐。以后你就可以在这儿住下来。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我有信心会让你喜欢我这个爹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叫我一声爹的。你别太自信了，我还没有忘记为爹报仇的事情。当然，可你总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好好的弥补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像一个父亲那样的关爱你。我已经告诉你多少遍了，我心目当中只有一个爹，他叫武晴天。是啊，突然多了一个爹会很不习惯，可以后你会慢慢的习惯。我这次来的原因只是想知道上次你告诉我的话里有多少是真实的。你住下来以后就会明白的。啊，一会儿我还要给你介绍其他的家人。大帅，你回来啦。白露姐。我是故意要给你一个惊喜啊。白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一直想见到白露的丈夫吗？你嫁给的是他？姐，你一直瞒着我到现在。姐，我不敢告诉你，我怕你生气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让我到你家去做客。原来是这样。姐，这件事一言难尽啊。白露，建宇会在我们家住下来，你可以慢慢的和他详细的解释清楚。我想建宇他不会怪你的。我怎么会怪他呢？这么多年来我想的只是报仇，报仇。很多的事情都被瞒着，
先是丹丹，继妃背叛我，这件事情让我的心一直在流泪。白露，你的事情就像是在我的伤口撒了一把盐。